三。哎、欸，不要再跟我说路上生怪哦，拜托，拜托，拜托。真的会腿软呢、欸。怎么不对？好，三个，两个出来，嗯，马上盖错，我的天！哦，白痴哦，难怪会盖错，一二三，哎、欸，不对啊，三三二一二三四。我是没有盖圆形的天分啊。好，一、一、二、三，那这边两格才对。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事，没事。我怎么觉得怪怪的、啊？一二三四五格哎、欸，哎。算了啦，一二三，一二三四，一。
就是多盖一格哎、欸，因为看那个网址上面是写这边只要盖个四次，就是盖了五次，看这样第五次才连在一起，所以刚刚我才会 A 那么久，一、二、三。要腿软啦！然后这个第四啊，那再是第五啊，有没有很奇妙？创造看一下啊，哦，有啊，我有看那个我音的，我爱蔡英文，对不对？我看那个就很好笑啊，我以为抵制他是因为男主角是绿色头发，结果忘记他是那只我音。是很无聊。好，下去拿半砖。我觉得这个盖完，我们就差不多可以睡觉了。哎，不对啊，我们半砖在上面呢。然后我有看到那个啊，有个靠北女友吧，还是靠北男友，就是女生说跟男朋友说，她买了那个回家的票，要去投票嘛。然后男朋友竟然回答说，干嘛时间太多了，干嘛跟这种疯？傻眼呢，不投票还骂女友跟疯。然后一票的人都说分了啦，分了啦，分了啦，分了啦。考试快到了，加油啊！我快睡着了啦，我快睡着了。
回去睡觉哦。手麻啊，玩到又手麻了，天哪！现在干嘛？盖放草地的地方，养牛啊，不是养牛啊，种树啊，然后养动物啊。没有啊，就是要先有草地，才会有动物。
好了，完美。啊，把边带过来就差不多啦。那还有这边，然后。完成。